什么恁的破台语？大家好，我困起啊，这是宜兰的饭店，早顿有青草的 buffet， 哇，有葱油饼会当食的，佮有西萝卜的。西萝卜是我最介意的宜兰的传统菜色，我以前的鹿港板豆影片有介绍过哦。最好吃的，拢总袂歹。休困一下了后，滚去排队买宜兰的冰山。是哦，来宜兰一定要吃长饼。好了，无爱管啦，有阵人排队就一定要吃的。这心态就是对的啦。哇，哦。这饼皮足特别，是厚的，然后外口切切，内底 QQ 的，重点是食葱，是不是？这个皮应该是我食过上厚的。边仔的花生卷冰淇淋，买来一份。耶、yeah, ，来宜兰国一定要食花生卷冰淇淋。虽然即卖台湾四间拢有咧卖啦，但是来食嘛，这是伊出产的所在的。我看这个嘛是足有名的，就来朝圣。伊、这个皮哈，我以往嘛就看就是足薄的，你一来底。土豆粉已经被炒出来哦，足薄足薄，这种就是做大饼的饼。这个土豆粉厉害，重点来的土豆粉，足香足香，这个值得一吃。四十块，我昨食到的无好食的是五十块吧。大家一定很好奇，长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好了，就给大家看一点点，长吃到的皮啊，就够的。是，我觉得不是好，因为口感整个都不一样。那头头粉无这么香，刚才是外口卖头头粉，不是磨出来的，独家去头家辛苦磨出来的大大块的那种。我介意食盐水，全部家己做伙就最好食的，结到的人才会知伊的特别。Yes， 看我后边是南洋博物馆，伊就是一个特殊的造型，干那倾斜建筑，倾斜不会讲，伊个是斜，我看得到诶，简单有没有讲错？我要翕相，这个就是我今日的道具。因为你长进，有人在外拍诶，学他的姿势。OK， 哦，我下台北，特殊的所在就是伊个博物馆的建筑。哪里？这里哦。博物馆内底袂当录影，我会记我买了足侪单路诶。嗨大家，今日的 vlog 就到这咯。宜兰的 vlog， 照顾无跳脚，宜兰来跳啦。OK， 南洋博物馆的房间内底有伊个造型的图案。这个鞋不是，这个是第二特奖。第二特奖，南洋博物馆的杯，你看伊个只，甲我后壁博物馆的款是毋是同款的？第一个特奖就是昨去蓝染 DIY 的时阵，我捏出来的物件，这看 VCR 做个派款嘛是爱跳的，看到即摆已经足厉害了。跳奖的方法就是留言下你的志愿序，后加介绍。七甲七零四个七头哦，下开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拜拜。等一下哦，忘记讲抽奖的留言时间是一礼拜，一礼拜截止。收到啦。